欢迎来到乡亲，到继续来关心地方。南投县大众爱心会伫草屯地区服务二十年，今年趁着农历过年之前，和草屯镇太清宫等等的单位合作，举办寒冬送暖的活动。除了分送物资，现场阁进行义诊、义诊等等的爱心服务，串联多方的资源，做伙来关心弱势族群。配合着全面防疫，南投县大众爱心会寒冬送暖活动，陆续做好着防疫工作。然后由工作人员协助民众来领取物资，有白米、油、甲面加等等用品，希望讲好乡亲会使过一个好年。真好啦，帮助在老师的真好啦。在地服务二十年的南投县大众爱心会，接到社会大众的爱心，平常是过来做关怀服务以外，每年趁着过年之前，嘛进行物资的发放。面我们那个黄奕晨哈、哦、黄老板他的团队来帮大家义检哈、哦，然后今天呢还有跟检主任配合了我们地方的草屯卫生所来这边帮一些比较就是贫户啊哈、哦，大家可以一起打流感，因为现在疫情大家都知道很严重哈、哦，所以为了大家的健康。都讲邀请老师现场来写春联做预备，这边嘛结合着太清宫，也有一个什么业者做着义诊，也有义诊加爱心活动，扩大着寒冬送暖服务的效益。这个主办人邀请啊，那对当地的地方服务一下。你今天来干嘛？做什么服务？一推诊，都是来自各地的高手。来这边服务，那大家办了，大家欢喜无？哦，大家有一个爱心，有一个好过年。南投县大众爱心会嘛表示，这公益活动会继续来做下去，带予大家更加温暖。记者林雨欣，差不多。